Yo， 在好六街的舞台上从来不缺答题高手，但是今天的答题赛需要大家争分夺秒才能够免受惩罚，必须赢这把，这把必须拿下，必须拿下，必须拿下，我们赢，我们赢，必须我们赢，我们赢，好，我们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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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，我们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，代表月亮消灭你们，咦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设计这个东西？不知道，大哥 Q 的，大哥 Q 的，弹键刺 Q 的啊。好的，每队各派一人参与答题，答题者需要在五秒钟之内作答，如果没有答对题目，则转交答题权给对手，轮流交换，直到答对为止。答题正确的队友呢，可以将答题错的那个人送进我们的惩罚屋，并将拯救一名本队的队员。进去干嘛？哇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，你现在穿着这身衣服站在里面更像橱窗里的礼物了，像芭比娃娃。我感觉进去了，我像那种小白鼠在里面就出不来那种。这样的，我们就是看最后气球爆炸的时候哪队剩下的人多，在外面的人多哪队就赢了，肯定是我们队。来，先石头剪刀布吧，各派一个人。派我们派大哥。哦，上来、啊。石头剪刀布。去吧。让大哥剪刀石头布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好，输了。耶、yeah, ，赢赢赢赢赢了，赢了赢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用了逆向思维的，没事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逆向思维，没事。他们先，他们先，他们先。我们谁先打？不是，好，六队我们当中的谁先打？他们先打，万一答对了呢？中文最不好的老师是谁？是我，是我，我的中文最不好。这是我，两个四川的，我们四川的，一个东北的，还有一个广西的，广西的，还有一个咋咋的。选个笨点的吧，你看起来哪个比较笨？谁的反应最慢？你看起来哪个笨一点？他们三个，你看是谁？你什么意思？从中间三个挑？谭老师啊，谭老师，监制，你们啊，选个笨点的吧。你被选了。他们挑我，他们挑我啊！大哥先啊，他们没事，大哥拿下，拿下啊，拿下。你们这边呢 ？Amber 吗？对，我跟、啊、你要挑战我。对，来，好。所以我在你眼里面是最弱的那个是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不要误会，不是弱是笨，他说的。不是弱是笨。好，娜姐好直接啊。好，来，大哥，请听题。冷静冷静冷静，请说出五个古装片男主角。What？ 计时开始。黄鹤棣，陈建斌，陈建斌。秦霄贤，那个苏有朋，时间到，哎不，计时开始，肯定是王鹤棣，王鹤棣，苏有朋，苏有朋，马连马连鹏，那个连鹏，连鹏，时间到，刚刚有三个叫什么鹏的人，苏有朋，李亚鹏，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我个人觉得啊，就这个台子离这些格子太近了，我觉得姐姐们要学会独立行走，独立啊，很独立啊，哇，他们很独立，没有人听懂。没有人听到 Amber 在什么，只有娜娜、苏有朋啊，李亚鹏啊。因为答题者本人出来解释了，我们得就派两个黑衣人把娜姐给就是守着。嘿，王鹤棣，这只是一个游戏，这只是一个游戏，千万不要在意，根本不要在意，输赢不要在意。你是一个小弟弟，你是一个小弟弟。啊啊啊！哦，我们完整的把答案复述一遍，对，让 Amber 完整的复述一遍就好了。来，后面那三个鹏分别是，嗯，苏有朋，苏有朋，马景鹏，马景鹏，马景鹏，马景涛都能听成马景鹏，你们觉得这能放过吗？李亚鹏，李亚鹏，刘鹏是刘鹏，我同学，我高中同学，真的，我初中同学刘鹏。这个不能算，这个不能算。但有没有更适合 Amber 的题啊？有、啊。来，这么说吧，每个都不适合的。那我们刚刚我觉得这样，这个题过了，这个过了，这题过了，这个题过了。那我们从 Amber 开始答题，好不好 ？Amber 开始，来。好。Amber， 请听题，请说出五种浴室里有的东西。你的浴室开始，浴室里面，浴室
洗澡的地方。洗澡，肥皂，洗发是肥别的肥皂。时间到，大哥。洗发水、沐浴露、护发素、牙刷、面膜。回答正确。面膜，面膜 ，no， 面膜没有，面膜我面膜没有，我哪有在浴室会？我的浴室里放满了面膜。一边洗澡放面膜是什么啊？然后我用的时候从浴室。我知道，大哥有个习惯，边泡澡边敷面膜。没错。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洗澡的习惯？咱都兄弟，上次我们都在。对，上次都在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耶耶，浴室里面放面膜，你的皮肤会越来越薄。好强啊！他现在好强啊！太强了，极致歌王。今天我们是好六阶巅峰对决。舅舅，你今天要很开心。因为娜娜里在这里。何老师。知不知道刚刚我为什么说能不能选人进去？明白，因为这是赢了过后，我特别想选大姐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但现在就是，我要把你选进去。Amber 先进我们的惩罚屋。Oh my god， 他已经这么大了。挑选你的对手，大哥。先挑娜姐怎么样？啊？哦，不是，就不挑她，让她难受死。田忌赛马。行，娜姐，你赛得过他？今天你挑了小娜姐，先把你送进去。妈妈，什么？妈妈，娜姐别唱了，那边已经开始吹气儿了，已经。快快快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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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个气球来得好大。Amber想把它戳破。好，来，娜姐，谢娜，请听题。娜姐，请听题。请说出五位张姓男歌手，计时开始。张杰、张学友、张洪良、张洪良、张信哲、张。时间到，来，大哥。张雨生，雨生。张杰、张学友、张洪亮、张信哲、张雨生。我其实已经说出来了。娜姐，娜姐，请，快抓紧时间，因为气球一直在。Amber， 我来陪你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请，挺有趣的。保护你没关系，我保护你。挑对手，大哥，打通关呀！大哥挑对手，打通关，来吧。静雯姐，静雯姐来，好，静雯姐来，来，静雯姐，请听题，请说出五个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角色。好，来，计时开始。周芷若、赵敏，那个张无忌，小猪，小周，然后还有。时间到，大哥，计时开始。周芷若、赵敏、金毛狮王、张无忌，张绵绵绝世太。好，我自己进去吧，自己的戏都忘记了。你们可以全部关在里面，然后自救。